任达华日前出席活动的时候遇袭受伤，而家仍然在医院留医。经理人 Manny 连日嚟都有去探华哥，仲同大家报告华哥而家嘅状况。啱啱探完华哥，咁佢好精神啦，咁啊转翻去普通病房啦。咁所以咧，佢咧就托我哋同大家讲咧，就系请你大家唔好担心啦。佢好好咁样咯。咁啊，我谂会两三日后啦，咁就会出院咯。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系啊，手术成功，系啊。同埋佢不斷啲手指再喐埋喐埋咯，因為等佢啲血液循環。係啊，我見到佢，我仲要同阿華哥講：咦，你好靈活喎！我見到手指喐喐喐喐，精神過嚟 OK 啊嘛。好好啊，係啊，係啊。咁同埋而家太太同埋女陪緊佢咯。咁啊，頭先食咗粥，咁啊好精神，咁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咁所以係咯，兩三日就去出院，咁所以華哥就知道你好辛苦，佢都話：哎呀，你哋記得朋友講唔好去等啦，因為咁辛苦。放心啦，咁佢依幾日都會留喺度休息啊嘛，佢都會嚟緊，佢都會發一個IG 咁啊，等大家都知道佢係好好咁樣咯，因為佢依幾日咧，可能佢今日好精神啦，琴日就可能你又瞓下覺啊，咁又要過下啲麻醉藥咁樣咯。突然被襲擊，唔知華哥嘅情緒又有冇受到影響咧？佢好定嘅，即係佢話佢都記得，即係佢都會回音問緊。其實嗰個人是什麼事呢，我都想問他做什麼呢，這樣是不是都會最近他先說因為今天呢那間公司呢會派他的總經理來跟我們聊天，那華哥就說不要追究了，不用追究了，是啦，這事不關你事的，算了算了。剛剛我跟他說，我說華哥你真的太好人了，但是我們都會想追究，只不過希望了解這件事情，其實都知道那個人是發生什麼事，個動機。而太太琪琪都有每天趕來醫院照顧華哥啊。華哥呢今早已經有 ICU 去了那個普通的那個病房，他現在那個恢復的狀態都很好，他的中午又吃了一些東西，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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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